It's a beautiful night. We'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dumb to do. Hey bab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 哥。我们现在在台中梨花二十七，猜猜我们在干什么？来。猜我们在干什么？猜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来看看漂亮的蹦蹦。今天来试。你要不要近一点？漂亮的婚纱。你要拍给大家看我猜什么？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你又没有要娶我。都已经拍婚纱，还想怎样？继续演下去。等一下。要，你要讲。看一下美丽的婚纱。后面有一个。好。好，这是白纱。弄远一点，看全部。好，远一点。有吗？美吗？你说我吗？对啊。就是你要先讲。哇，这么撩人哦！对啊，性感吧？来，大甩头这样，这样甩，我在当场甩头吗？要甩看看。不要，我现在是气质。嗨，羞。我现在是气质的感觉，不要这样很好。你有气质吗？好了，拜，待会见。哦，他骗我，他进去了。来来，接我，来接我。来，我要拉开啦！蹦蹦要登场喽，来！哇！这边转过来吗？是红色的。在偷听我吗？看来身材很闪亮吧？嗯。红色，有吗？喜欢吗？我爸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啊！好。跟大家说拜拜啦！加盐干冰吗？就变魔女啦，就这一类。那我们飘给你拍吗？真的还拍一下别人飘的感觉？有啊，我刚刚有拍啊，你们刚才讲的全部都会有拍。是吗？脸一样看左边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在等你。没有啊，要讲原地看。好，看左边哦。啊，一二三。要。一些资源，专业飘。然后。专业阿飘。哎，你要先。录啊，我刚一直都有在录啊。他在录。嗯，我们黑色是最后一套，快点暴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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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New Bra 很厉害哦。New Bra 吗？原来是 New Bra。对，不是我。好，那就是今天的四套，四婚纱几套，那之后还会有拍婚纱的记录。可以露出肉。拜拜。